感觉还差点什么呢。蓝淼，嗯，你把这个借我点呗。啊，哎呀，我的妆容正好需要这个，这是我先看上的，给我，拿过来。你给我，龚大小姐坐马车坐糊涂了吧？这妆盒里面的东西都是供大家用的，何为你的我的？再说我也是好心，怕这么一盒美物就被糟蹋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蓝淼妹妹？哪个人给 NPC 下的台词？制造冲突也不能这么给吧？我这暴脾气。好啊，说我糟蹋，那谁也别想用。拿过来！放开！救命啊！这猪不来了！暂停！这里了，我要退出。